乱七八糟。손씻으러갈까아알겠어손씻으러가자大家好，我是小龙宝宝。今天是星期一，中秋节的连假，中秋节的连假结束了，大家还好吗？姐姐，然后姐姐我的手。现在小两个的最好朋友就是我们家的对面的一个双胞胎哥哥姐姐，然后刚才小两个看到对面的哥哥姐姐下去，他刚才一直找姐姐哥哥，所以我们要下去找哥哥姐姐一起玩一下。小米，내가떠가 OK 姐姐，우리내려가려면옷갈아입어야돼우리옷갈아입자가림이姐姐어옷갈아입고내려가자姐姐일로와가림옷갈아입자신발어디있어요신발여기가람이어떤거신을래요고르세요하나이거아알았어밖에비와가람이밖에비온다아哥哥조조你好조조嗨我们家的对面住的一个双胞胎的哥哥啊弟弟嗨这是双胞胎的姐姐要说 hello 姐姐嗨哇比狗姐姐给你鞋子비행기책어떤거예요비행기책가지고오세요아빠랑비행기책보자응가지고오세요아빠랑같이보자일로오세요哥哥여기앉으세요여기앉아가람이아치야이거는버스맞아비행기기차어디있어요기차응기차버스어디있어요버스
boss， boss 어디있어요 boss， boss， 어 boss 어디있지앞에있는것같은데버스어디있어요잘찾아봐천천히어맞아버스버스가림이다른책가지고오세요어다른책어그거가지고오세요옳지옳지목욕어디있어요목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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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어디있지아목욕맞아목욕그럼이거뭐예요화화어화화이거먹을까응먹을거면네해야지네네어네네小朗哥非常喜欢的一个事情，猫咪把那边猫咪哥哥喂饲料，给你们看一下。卡拉米。보면바람이형맘마먹을시간이에요맘마먹을시간이에요예자보미형바람이형맘마먹자我们的影片上哦，哈哈哈，고맙습니다。我们的影片上，小朗哥看起来很乖，可是他发脾气的时候也是非常厉害。他最近发脾气越来越厉害了。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하나。네둘셋넷넷다섯여섯마지막일곱일곱그렇지엄마먹어라네엄마비행기어디있어요비행기비행기어디있어있어비행기안지나가냐小朗哥最近发脾气真的越来越厉害，听说18、19个月开始小朋友发脾气，会很厉害。然后我觉得小朗哥也是一个很厉害发脾气的小朋友。教小孩子真的不简单，每个小孩子个性都不一样，环境都不一样，同一个问题可能对这个小孩子 A 方式教他是对的，可是对这个小孩子可能是 B 方式教他可能是对的。小朗哥发脾气的时候尖叫的时候我有这样子找过这样子找过，目前没有很好的效果。然后昨天小朗哥又开始发脾气的时候一个西方式这样子找他看看，结果小朗哥哭很久，哭到睡着了，看到自己的小宝贝一直哭一直哭，心很痛，就觉得是不是对他应该不能这样，可是又一方面觉得不能太疼小孩子小朋友，要好好教。目前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教他比较好。昨天小朗哥睡着后，我跟老婆这个问题讨论很久，要怎么教小朗哥比较好，可能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好，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非常感谢今天也来看我们的影片，拜拜。